行啊，胖找我，后期有点活儿啊，左手不是，完了，嘴跑了。来吧，我钓了一场鲤鱼是真贵，然后今天我们再来钓一场那个鲤鱼场啊。Yeah。上鱼就上了，上鱼就上鱼。第二杆找底，3:3，15.5的鱼啊，3配2.5，深哦。大不？啊？你就看它飞多高就完了。大了我飞不动呗，胖子。看大，哎呀，指不定那点玩意儿告诉大。哎，这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，这个大。你钓，哥们儿，你钓的小了，可能是。哎呦我。一条，挡挡的，这漂受不了啊！啊，水真的吧深，这得有2米深。哎呦我，真大呀！钓这2条真大，这么推都没到底吧？我的妈呀，老李呀，泡人呢，李哥你泡人呢，我也怕进去啊。这哪是2斤7.2斤啊，3斤呢、啊。
大线折了，多耽误事儿。得四拉的，最起码得差主线和那个子线，最起码差一个号，要不然真折呀。这鱼情不好，都换三米六了，这不闹的。我说打不打呀？哎呀，啊，真大呀！今天废废了，今天让老板给盘了。想还不行啊，想还不让啊。完犊子，今天拿我挡针啊。这你就说980就钓这个熊闪样，你说大伙儿啥玩意儿？提出差评啊！这多长时间？经费要没呀、啊，一下就给我他妈赔光光。这才多长时间呢？一个多小时呗，快俩小时啊！才钓40多条，真是。不敌那个30分钟飞的多，早就用上小细线3米6。你看，秒人豆嘎嘎的，是不？回去你看看是。是不吃秒人豆不？是，来嘴里呢。对，我是上钩豆，让它飘飘乎乎的。带鱼啊，人家整体鱼情不是很好。我们目前这个2边的一组，最多的是一个176斤，我感觉我们好像够呛。如果这个200块钱都拿不着，赔成什么熊样啊？这经费粮不就没了吗？那浑河边不就指日可待吗？冷啊，现在东北那冻抽抽了得。这也太少了。啊？93.5。哎呀，赢了。刚才王阳哥是91，186，赢了。哎呀呀呀，拿200，差两，差点就差胖了，给你怼跑了2条鱼。赢了呀？赢了，拿200，少赔点。是我后期的不？哎，胖是行啊，差点就因为那2条鱼就输了，是不？怼跑那2条。180乘以3加200，740，赔150，890吗？赔180，不是200，980的场，赔240，这还赔240，这他妈还赔240，剩893，然后再减去一个，今天赔了一个240，还有653。哎呦我的妈！幸亏有这200块钱，没有这200块钱废了啊！收，你厉害，你行啊！